现在应该很多人想要买 Apple Watch， 或者在观望下一代的 Apple Watch 吧。但是担心自己可能用不到，所以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疫情期间我如何使用我的 Apple Watch， 以及下载哪些 App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疫情期间 Apple Watch 可以给我们带什么帮助。第一个的话是洗手的功能，要洗手20秒才能有效的灭菌。洗完手之后啊，你可以这样留下往上滑，然后按这个排水，开始转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当你洗手没有超过20秒的时候，这边就会出现洗手中断，发生什么事提醒你要洗手20秒。再来就是快乐氧，很多人会开始注意到血氧的功能，我每天有空就会测试一下自己的血氧还有心率。疫情期间很多人选择居家办公嘛，当你坐太久的时候呢， Apple Watch 会提醒你该起来动一动咯。而且当你工作太疲劳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点这个呼吸，那我们按开始，然后跟着它，当我不开心的时候讲深呼吸，深呼吸 啊，这个世界真是美丽啊，空气真是清新，可以了吧，好多了吧，好多了。再来就是待在家里比较长的时间，手机就会乱丢，一会在客厅，一会在房间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手机就叫了，你就知道你的手机在哪里了。还有啊，现在比较多时间可以做打扫嘛，这时候呢我们手机不在身边，突然电话响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Apple Watch 按接电话。当你在视讯办公的时候，突然电话来了，你只要手这样一盖，电话就转成静音了。还有啊，现在外出不是都要戴口罩吗？这时候你要用 Face ID 就很麻烦，你不可能把口罩脱掉嘛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 Apple Watch， 然后它就解锁了。再来就是近期跟朋友合送两位朋友 Apple Watch，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健身，然后比赛，我觉得蛮有趣的哎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活动记录，然后往旁边滑，这边有设定跟朋友比赛运动量。你平常可以点手机这边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活动记录。然后我们点日期这边，你就可以看一下你这个月份画圈是有几个。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embership Wagon， 然后这个 app 呢是很多韩妞都在介绍的，它可以帮你把会员卡集中，然后放在这边，我们需要的时候这样点进来就可以了，这边就不用放非常多的条码了，而且啊，你可以在你的 Apple Watch 上使用，把需要的条码给店员扫就可以了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会自动旋转？因为当你扫的时候，不太可能会是这个方式给店员扫，你一定会这样子比较符合人体工学嘛，它就帮你倒过来了，然后就倒回去，像这样子，这个真的非常方便。但是星巴克这个台湾应该是不能扫了。再来载具的部分呢，我是下载这个 app 水滴发票，我们点进来之后按发票载具，你可以看我载具上面是有图案的嘛，我们点这里更换手机条码造型，然后你可以用它内建的图案啊，或者是自己更改。水滴发票这边也是可以加入会员卡，你看当你要给人家扫的时候就出现的图案，超可爱。水滴发票觉得它有个小 bug， 就是当你这样给对方扫的时候呢，你看它变成雾掉，不会像刚刚那个 app 就是会帮你自动旋转，所以你只能这样子的时候给对方扫，希望它赶快更新啊。然后动场这边呢可以看你的总开销，然后像这边还会有 emoji 的图案，我觉得非常的可爱。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在家里煮菜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在 Google Key 这边输入一下你需要买的东西，当我们进超市的时候，我们只要点这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而且你可以搭配计算机。另外 Apple Watch 也可以看一下等公车的时间，我们点这里，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家，这边就有公车到站的时刻了。还有啊，等车的时候我会使用 YouTube Music 来听歌，然后还有播放清单，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听的歌。给大家看一下我 app 显示的方式是这种爱心的，我们点这里，
然后把它这样缩，就可以看得到，是不是超可爱的？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个人使用 Apple Watch 的方式以及习惯，对我来讲是蛮方便的。大家喜欢吗？欢迎留言给我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安妞。